Wu Chao-pei, president of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, condemns the violence and so-called strikes in Hong Kong and calls for restoring peace and order. 这个是一个极端不负责任的一个做法，应该是受到谴责，其实就是要企图瘫痪整个香港，所以他们在整个香港堵路啊，堵地铁啊，这种做法呢，是很不得人心的，因为首先所影响的就是市民打工仔的一些正常的生活，正常的上班。 其实所谓罢工所影响的参与的人都很少，更多的可能就是说被罢工，被迫罢工，因为堵路、堵地铁、堵隧道，这些做法就令到整个交通堵塞，接近280万的打工仔，大部分90%以上都是。坚守岗位，所以我可以肯定的说，他那个罢工是彻底的失败的，也是很卑鄙的一些做法，因为为了自己的政治诉求，然后去影响别人，打击、打烂打工仔的饭碗，这种做法呢是很不道德的，所以我们应该揭露这些，他们所做的这些恶行。 予以抵制，因为到最后埋单的、最后去承受那些恶果的，可能就是一般的民众。一方面，我们作为工会，我们很痛心这个社会要变成这样的，一方面我们要鼓励民众要吭声，要对这些暴徒予以抵制，随着民众的那种发声、抵制。 他们最终还是会失败的。